边喝的时候一边想着脚后跟就病了，就病，然后向外旋，走外旋，好，对，然后脚尖用力往里，对，脚后跟用力外旋，走，好，放松，哎，慢点，再来一次，这是不是早是吧？来，上。对啊，对，走向左，好多久？半小时是吧？嗯，有的时候45分钟有。啊，走压压，走压压，走。把重心给到，再给。好，现在上去这么有感觉吗？有。就已经有感觉了是吗？啊，那就这样好，请。45分钟啊，请。嗯、然后在耗的过程中呢，你要持续的往下发力，就自己可没事可以压一压，掐一掐啊。好，坐地上，坐。三二三四六七八四二三四，好动，走，来把重心，10、9、8、7、6、5、4，把重心往后来，3、2、1，走，放松一下，好，你跪下，张开之后，从这个地方发力，然后再到这个地方，最后把这个地方，然后最后脚尖留在外面，两个劲，走。踩地，好，这个地方发力走，弓下，1、2、3、4，踩地下，6、7，走，2，脚尖发力。想着这个地方发力，1、2、3，然后把指头留在外面啊，6、7，走，1、2、3，对了，往外放，走，2、2，脚后跟往里收，这个地方发力，然后脚趾直接往外放，收，6、7，放，1、2，往外放，6、7，放，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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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往外放。4、3、2、1，收，好，脚上脚尖再走一走，6、7，走，1、2、3、4、3、2，1，好，不动，4、3、2、1，好，坐地上，坐，好，大家准备啊，膝盖打开的话，脚尖的话，准备，5、6、7，抓，1、2、3，下，6、7，走，2、3，下，
六七八三二三下，六七八四二三下，六七一二不动，好了，直接扔扔。对，好，现在啊，就是脚放松，就像你的手一样，比如手在这儿的话，你要去找它啊，脚趾要像手一样灵活就行了。在高空的时候不确定的随便扔，准备六七走，八对，一二三扔，六对了，二二三扔，六七三二三随便扔，六七八对走，扔，先扔一下。抓住六七八走，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蹦一收下，好，穿袜子穿。松弛的时候，就像老师的手腕一样，放松，啊，就这样，啊，还没压的时候就耷拉下来就对了，三二，你还得好，就坚持两个月，等到冬天之后你的脚背就好了，放松，三二一，嗯，现在几年级了？五年级。啊，五年级了，来提前去准备，过来这边，再拿一个。自由好吧，走，提起来，对，好，用力勾，真勾脚的时候，这个地方走，对，发力，啊，十、九、八、七，勾脚，六、五、四、三，二次勾，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次勾脚，一、二、三、四，走，二次勾，再勾脚，好，好的，放松，再勾。正前腿疼不疼？正腿还行，就是这样掉头疼。这样还行吧？膝盖也有弯，再抱一次，五、四、三，啊，放下，好，收，勾脚勾，走，抱，小抬头，八、七、六、五、四，你的如果说胯特别好，你的胯特别好，但是正腿的话，现在还需要解决，看见没有？啊，考试里面有一个提前屈的动作，后背放松，从这个地方开始拔，走这个地方断，走断吧，吐气，再拔起来，最远，十，九，再放松，八，
七呼吸，六抬头，五四三放松下，二坐下，好收，好七，勾脚坐地，再勾再勾，好对了翘起来，自己拍抱肚子抱，好七，再上侧卧，好后背直立，六七抱，放松五四三二一有感觉吗？疼。如果十分的话，疼痛十分打几分？八分。疼到五四三二一，好，小心再离开你。走，再抱一次。五四三二一，来，抱抱，够了。走，抱抱住腿。往里够。七啊，对，十，抱住腿。九，八，七，放松。六，五，四，三，二，放下。一。好，收起，自己翻一翻，右腿，往前来点，对，好，对吧？走上，勾脚，转这个手转成后跟，那个这个，对，反面手再勾，外开，勒一勒，四，好，正腿的时候就这样搬啊，外开再外开一点，走，再勒一下，勒，好，蹲脚尖，绷住，好，这空空，五，四，三，二，外开一下，一，脚这个地方绷住，好，踢，抬收，反面。六，后背八点，七，一，外开，小外开，好，这个肩膀发力，这个反了反了，这个对发力，走，走，勒，四，三，二，一，勒一下，一，走，绷脚背，绷，好，走，空，六，七，走，五，四，再绷，三，二，拔起来，一，走，踢起来，好的，走，再绷一下，四，三，二，一，好的，收，放松下，大家准备下步了。脚上点，脚上，对对，勾脚，先勾脚，脚上对，好，对，来，来，走，抱，放松，小胯行吗？这样，老师问你问题啊，就身体从脚背、小胯、大胯、大腰、胸腰、肩膀，你觉得哪里不好？我觉得脚背吧。脚背还有哪里？肩膀。脚背和肩膀还有哪里？就是大腰。大腰。觉得这几项不好是不是？嗯。还然后其他地方呢？其他地方感觉还行。还行。抱住。手打开点，抬头，好，手打开，放松，十、九、八、七，小块还行哈，六、五、四、三、二、一，四、四、二，好，抬头，七，牵着腿，走，给我一个，弯，小块，小块，弯，弯，对，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走，反面。发力啊，走，十，九放松，八吐气，七放松，六吐气，五好放松，四走，三吐气，二走，五四三二放脚，一，三，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往上放脚。
想法答案就是花空洞。小胯也差点意思，小胯也不行，放松。好，你自己发力能贴地吗？就刚刚这个队形，就刚刚这个位置啊，变一下，变一。好，你看，哪边还有这么高啊？我家小胯也要好，放松。你开始趴着。趴着，对，自己可以趴。走。啊，放松。好，放松。再出一点，准备二十秒数啊，数。膝盖打开点，好，不，走，脚跟还蹬不长，咱们还是勾脚，对，对，然后走，小胯再往里推，脚跟蹬不长，蹬不长，对，脚跟并住，走，蹬长轻点，好，小胯往再往外点，太往里了，好，够了，别动啊，放松，再勾，再勾，放松，然后脚尖想着往上，对。整体外开发力，啊，对了，十、九、二、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走，往下抬，够了，停掉，放松，有感觉吗？有。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八、四、四、五、四、三、二。那个腿重，尽量自己控制住。好，你今天可以点一点，走，往外躺一点，好，够了，走，躺。
定住。来，准备啊，绷住，外开一点点，脚尖要分开点。六七，小花一，好，走。发力方式呢是走之前先想外旋，这样外旋，好，外旋脚尖往里，外旋脚尖往里收啊，脚后端，脚后跟起，六七走旋，好的，好，慢慢走，好，够了，好，走并，走并，对，好，再外旋，六七走，哎，对，很好，走，可以，六七走外旋，走脚尖，好，端脚后跟端，对了，回，走，先找找这样发力啊，走发力，外旋。好，回，走，发力，好，回，走，发力，你的腰要贴住地，腰不能离开地，对，用力贴，做小胯的时候，人家评委要看的，这个地方是放松的，再放松，好，胸也放松，吐气，吐气，六七，走，变，走，回，走，变，是吧？但这不是标准的，这样记住了，这样贴住地才行啊。放松，回家耗的时候就可以趴地上这样趴，然后脚下可以放个东西，放重物啊。五四三二一，呼气。好，走大跑困难，走。大跑好是吧？不动，我看一下。走端起来，哎，很好。再补充脚尖。对了，走放松。大跨它也是有一个就是，现在还差一点，哎，你让我看一下差多少啊？放松，走放松，好，还差两边，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因为你屁股上的肉，你把它翘起来，你看中间那么高，两边它下不去呀、啊。中间如果是平的话，就很轻松就贴地了，能明白吗？所以还是要减肥，减肥你不能垫着，小胯往外放，好，甚至变一下啊，六七度小胯，一外开，小外开，好，就这，就这，够了。走，大胯紧贴地面，对，放松屁股，放松屁股，两个膝盖往下去找找，对，放松脚跟都单起来，就拧一下，对，去找到这个拧的感觉才行，能明白吗？好，胯放松，屁股放松，好拧，好收，最后一次啊，六七走，一小胯端起来放松，走大胯放松，好收，来趴地上做一次，走。六，弓脚背，七八头一，对，脚尖往上，再来一次，回，直接屁股直接贴地啊，走一，变，好，走大胯二，脚尖重上，好，走收，放松下，起，回家要多耗小胯啊，课堂上老师帮你压开之后，回家要继续自己耗，来准备踩大胯。
话。那么走，我脚先下来，上。松弛之后，就以后的胯根想控180就很简单，放。腰别松，对，控制，走四，要注意路线，走五，下去之后不要往前，下去之后你放松了一下，不要往前走，还是有控制的往下走，对，走，走下，下，对，再控制，七，走，八，能打地，你的软度是直接打地的，再控制，走，右边，对，好，来五个打地的，五。没有，没有打掉，右边，五，对的，一个，二，三，走，四，打地，走，打开不动，顺直下，二，十，九，延伸，八，七，六，往外，我们延伸，五，四，三，二，再绷一下，二，跟腱收紧一下，收紧一下，往外放，二，一，好，放下，一，好，收，接，来坐地上。好，面对那边，面对那边。你先坐地上。嗯。这个地方。面对镜子。来这边，从下打开，推开。嗯，双脚背。好，膝盖伸直。脚尖绷住。是不是响了？刚才你觉得哪里响了？这儿是吧？嗯，老师给你压开了，等于是骨和骨头和骨头之间这个缝隙给压开了。压开之后呢，你要做的就是把它靠开了。脚背如果这个地方疼，第二天疼的话很正常，不影响你继续好啊。膝盖就还行，一会儿的话你能直接翘起来，都翘翘。对，嗯，然后脚尖不好，
绷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从这个地方都绷绷绷绷，好，往外放，脚能翘起来，靠你的脚背去找地面，不是脚趾头去找地啊。这样收紧，嗯，收紧，翘一翘，收紧。上手，上上，上手，左右往前走。哪里疼？后面。啊，站一会儿，刷什么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找好重心啊，松松脚，行。过来，过来，嗯，五，五步点，四，坚持吗？三，二，后头，一，好，双腿扶膝往后靠，走，十，九，八，往后，七，脚推，六，好的，五，脚尖再往，四，三，二，一，好，扶地下，走，换反面，换。十秒，前腿最后十秒，你们自己主动点，再点，好，十、九、八，放松，七、六，放松，五、四，放松，三、二、重心，一、二、三、四，是不是？五。找重心啊！姑娘，你自己收紧，对，好，收紧，二，收紧。能坚持会儿，放松，五、四、三，弓下背，二，吐气，弄掉，双手上，十，屈膝盖，九、八、九、七、六、五、四、三、上，二，放松下。弓脚后面脚，一下伏地，上下，没进来。180，五，里面腿，就靠后背，靠主力腿，五、六、七、八，走，一靠后背，二、对，靠控制，别着急，准备慢点，把胯后背来，别出胯，别出胯。
六七八十九好八七六抬头二八一下好收喘口气准备下来准时这边经过擦地气班左腿准备啊后背直立手叉腰啊手背后手背后手在屁股下面七的时候撤不出手啊五六走七好绷脚背一百八啊六八走一好的一拍上去好的脚尖有没有瞬间收紧六走双手蹬直十九别卸胯八七主力腿用力蹬直六五四三二勒下一好扶把杆控腿一百八啊脚尖勾住往外放脚尖往外放走十九八七蹬直六后背再拔下五四三二走拍下一点地有控制的控制控制住好呼吸五哎看手呼吸五六七八转身反面五六踢翻七上蹲脚背脚背擦地伸出来脚背你的脚背没有左脚双手上别送别送力量始于足下你这个脚下踩得稳上面就是站得直像盖一座高楼一样啊地基一定要打稳就是地基脚下几个点脚下一共三个点走勒一下勒好扶把杆走控住六七走控五四三二一抬下好点地收好来给我脚我告诉你点在哪里走脚后跟属于一个点一共三脚支撑的关系啊前脚大拇指这儿有一个点小拇指这儿有一个点脚后跟有一个点一共三个点就这样这样的能理解吗如果往后的话就踩这两个点如果往左的话就踩右边往右踩左一样的三脚支撑住了一二三能理解吗好收来旁腿准备提板练习一体五六踩正块上经过擦地绷脚踢腿好吗五反面六七走靠控制主力腿如果伸直的话是有点膝翘伸吗是有点膝翘伸吗这个腿那你收紧收紧对来准备踢六七八走收紧踢踢胯走再收紧踢胯对经过擦地后点地踢板右旁腿五六后背直立拔起来身体方正五六抱走双手好别动别动老师走了你待会儿疼吗都疼绷脚背帮着然后绷脚背走控一下五四一百八三二一抬给你上下的时候注意控制别掉胯反面五六后点地六七上对后胸部收紧紧一点后背直立肩膀
七六五四三二，蹲下，一，好的，收，来，把下半腿准备。嗯，好，站好，立正，立正这个点。好，立正，稍微偏点。嗯，准备，手背后，累不累？还控制啊，准备，不要卸，踢翻右前腿，五、六、走、七、八，两背，身体放正，小臂放出来，勒，走，变方腿，变一拍，对，小臂放出来，你看咱们上去之后，也要注意脚背的什么？脚背的发力，对，脚背发力。另外就是脚背的角度，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脚背别人看着是个脚心，走，脚后跟冲正旁，再拧。对，你的左手负责就是把脚后跟用力转开，好，这样平尾，再拧，才能看到你的这个弧度，像月牙一样，再拧再拧。好，然后脚背往外放，好，再绷住绷，好嘞。好，现在脚背怎么没有？来，空腿啊，手直接背开了。六七的空，背十九，哎，不动，老师走了。八七，看我松手，你们碰哪里？六五四三二，抬下一，手型，好，空腿的下，好，手心冲后，两双手架住，别动，撑住，像抱一棵大树一样架住，走，撑住，撑住，嗯，好，呼吸，看手，看那边，放松，反面准备。一般啊，五、六、七，瞬间收紧，上，注意别出晃，走，边，肩膀、脖子，十、九、八，脚背往外放，七，趴下来，六，再勒一勒，五，再勒一下，四，哎，脖子，嗯，三，肩膀放松，二。然后眼睛是要肯定点的，别给别人感觉你很累，肩膀打开，对，勒住，三二一，准备控啊，自己控，六七高度，五四三，脚背放出来，二一抬，点地，有控制的有控制的，好，呼吸，五六七八，好，喘口气，然后搬腿的时候注意不要出胯。好吗？嗯，走，坐地上，坐，搬一下右前腿，准备啊！假设你在踢搬啊，踢搬右前腿，准备六七抱，你看这多正，下反面踢搬左前腿，六七放胯，放胯，对，勒下，走，站起来，七，有可能就是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把胯放正，但是呢，我们能力达不到，你只能是哎这样抡一下，是不是？有沙袋对吗？抡不上去。你自己在家练的时候，你可以坐地上调整一下啊。在家搬的时候，好，甩肩膀准备，五、六、七、八、四、三、二、一，五、六、七、八、好，正常，五、六、七、八、好，正常的时候不好，再给我伸直，伸直。六七个，一、二、三、四、五，好，斜上，六七个，一、二、三、四、五，收，胳膊伸直，举起来，放松。
走走走走走老师说过你胸要跑吗？跑走走走好低头一下进马克里面这层你可以往后甩，自己甩一甩嘛。六七甩十个钟，十自己放松。九胸脚贴空，八继续往后走。七六对，可以勾住你。四三二一放松下。四三二一起收。好，下来坐。趴地上。你可以抬头放松，抬头点。接上啊，三二一，放松心啊，放松胸啊，好，来请，请。
再来，好，二，一，好，收，过肩，准备，六七，走，一，三，二，每天五十个肩膀是吗？嗯。嗯，我看你打卡了。现在肩两个肩膀是正的，但是呢，在你过去的一瞬间呢，还是有点卡顿。你回家还是要五十个，听到没有？五十个这么小的啊，越小越好。准备，六七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收五十个啊。嗯。嗯，收，趴地上，趴。飞机准备，飞机啊，碰到我，六七一，走二，三，加头四，五，伸直胳膊，六，六，嗯，七，八，九，十，带住动，十，九，好的，八，七，加油啊，胳膊伸直，六，五，四，三，二，碰一下。一下，嗯，放松，三，嗯，走，再做十个，六七走，持续的走，十一走，九八七六五碰到我，四三二一带住动，五四三二一抬一下，嗯，是。好的，俯卧撑屈胸腰，六七走推，一走下下下，肋骨挨地，先肩膀放松，手在前面，在这儿啊，脖子也放松，头往外拔，六七走一，二对了下，放松，哎往外拔，二，对了下，啊就腰发力，三脖子放松，对下，能理解吗？嗯，这头别往里卷啊，头放松，走，用你的这个地方发力走，对下。走，下，走，下，好，大家准备，六七走，十，下，九，下，加快速度，六七走，八，七，六，四，三，二，不动，五四三二一下，收，拉开。想胸腰，咱俩一起配合啊！来，抱肘，你抱肘，好，你放松，配合好啊！六七胸腰挨定，走，挨定，你自己发力，放松，就只想胸腰啊，想肋骨挨定，走，肋骨挨定，不对，没发力，好，抬头，抬头发力，走，发力，发力，一点也没有呀，发力，我使不上劲，用不上力气是吧？嗯、用力塌腰，塌腰，再塌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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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腰。慢慢就找到力量了，是不会发力是不是？回家推胸腰的时候自己想着走发力，走六七，发力，不对，六七发力，卡住发力，回，走发力，下，好就七，七，你回家练俯卧撑推腰的时候要学会自己发力啊，你用不上那个力量之后你的胸腰还是没有，放松，走发力，哎发力。这个地方发力，嗯，走发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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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发力，四，三，抬头二，抬下头，吐气，啊，胸腰怎么这么不好？走，推下推，吐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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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胸腰了吗？有一点，有一点点是吧？再推，再推，好，抬头，抬，抬。不信，嗯。
七三趴地上趴，朝向两边。会倒立吗？倒立。啊。胸倒立还是？直接倒立，胳膊肘倒立。准备啊，推手啊，三阿姨推起来，推。推起，推好，收紧，收紧一下。放松。手并拢，完全放松，保持放松吧，完全放松。来，会到瀑布会不会？绷脚背。胸腰挨地啊，走，有控制的下，弯胳膊，弯胳膊，抬头，用力抬头，抬头，胸腰先挨地，胸腰挨地，挨地，啊，不对，手放两边，对，好，抬头，抬，好，弯胳膊，胸腰挨地，抬头，绷脚背，下，趴地上趴，起，都推，推。再推，带胸啊，带吗？抱住，抱住，抱紧，抱紧，胸要带好啊，放松。嗯，疼不疼？疼。打分？八分。十，九，好，就够了。八，放松。七，累不累？累。哪里累？就是这一块，肩。肩膀是吧？嗯。放松，抬头。你抬头就不累了，这样都不卡了。走，六，多谢，五，放松，四，三，二，你要跟着我一起往下发力。对了，你这样才能进步。每次我压的时候，你顶一下，压的时候顶一下，什么时候才会有胸腰？是不是？放松，再来十个啊，六，启动，胸腰，走，发力，发力一点点，慢慢来，发力一点点，发力一点点，发力，发力，多谢，啊，发力，发力，发力，多谢。啊，吐气，吐气，吐气。大家准备，起，接上。来，先我们先做波浪腰啊。哎呀，这胸腰一点也没有，抬头抬头，一点一点，一节一节下来。走，先大腰。疼不疼？嗯。不疼吧？疼。哪里疼？就是肩。腰不疼吧？腰不疼。放松，呼吸。放松。放松。放松。抬头，十，够伸直，九，八，七，六，哪里疼？这腰有点肚子疼。大腰、胸腰？不是大腰。大腰疼，抬头，肩膀疼吗？五，好，够了啊，四，三，二，吐气，一，腰疼痛的话，打分打几分？腰疼痛的话，七分吧，就感觉就是不是是压的有点痛。压的疼？嗯。走，接。
走起，最后一次啊，走起。好，靠控制起来，老师，来找老师啊。六七，找我。再来一次，找到我。抬头，我眼够。再来一次，六七，找我，走找，发力。太近了，再来。往远，六七，发力，发力。抬头，四三，把头低下。一，对。好，最后一次啊。六，横脚背，发力。六七，发力，走。四三二，放下。一，收。好，练习一下直起腿啊，准备。横脚背，好。六七，一，高度二，碰到我。三，四，五，六，七，八，八。九，十，别动，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抬，收，下。好，准备，再来十个，六，七，六，十，九，高度，五，四，三，二，一，不动，五，四，脚背放出来，三，二，一，抬，收，好，放松下。然后躺两，好，准备再抬一次啊，最后一次，六起抬，收紧腰，放松，十，有气，九，确定，八，七，六，五，放松，四，胸腰，想着发力，走，着地，三，胳膊腿伸直，我扶你呢，哪里疼？腰。腰疼，脖子硌不硌？不硌。硌不硌？五，四，吐气，三，二，一，下，好的，收，起，起来吧，起，你再做一次推腰，我看看，再推一次腰，做一次推腰，头贴地啊，贴你的，对，经过胸腰之后，就头就往里包了，这一次啊，六，记得包，好，大腰，包。到极限，三，二，一，再拖，起，感觉没活动开呀，起来，没活动开，抬头，十，九，放松，八，七，放松，六，抬头，五，伸直，三，二，我们跪下，一，呼吸，再推，我看到贴住啊，准备，五，六，七，推。回家呢，每天再加五十个推腰，过肩完了之后再加五十个推腰啊，脚背完了之后过肩五十，推腰五十，走，推腰是单推大腰还是推胸腰？经过胸腰推大腰。哦，这个拍照吗？还是就是在一句话里？一句话里就行了。你可以把那三张图片拼到一张图。三张图片拼一张图，然后那一句话可以在图片里。来过来。好，大腰大腰，你想大腰，我帮你顶胸腰啊。六七，做大腰的，十手架头，九八，你的手太僵了，这手臂往里发力。六七的，十对了，九好，往里打大腿，七动了，六五好，你自己看镜子，看镜子，你胳膊肘哪个不舒服？对，走留下来，哎，持续，四三二，放松一下，一对持续，好受气。过肩的时候呢，你要想着持续往里加。先，你如果甩抱的时候一直想这样脸的话，你的腰永远是甩不住。一定要加紧了甩啊！走，再来一次。腰是不是没劲儿？感觉手就会松。对，使不上力。
九，好，你放八、七、六，停下去，五、四、三、二、一，好，七，收。嗯，能再帮助吗？你拍？应该可以。嗯。走，上。下。准备啊，六，下。六，七，抱。七，好，二。七，三，七，尝试我抱着你的啊，你尝试关着四，七，好，瞬间收紧，走五，这么走，七，拔起来六，七，收，我看镜子，什么？走。好的，七，对了对了，走，一，七，好的，二，七，三，七，非常好，来这边，帮助你看一下，顶立起来啊，四，收紧，七，放松，五，七，小伙伴往后来点，对，收紧啊，六，抱，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啊，等一下，一起收，你俩蹲，低头，腿分开，停。行，收，再不好意思啊，极限了，做一个最好的啊。嗯，上头不上，立，下，好，然后啊，六，七，抱，嗯，今天最好的行不行？这节课啊，这星期最好的意思，三二顶，十九八七六五，抬头，四三，再顶一下，七，收。嗯，蹲下蹲，来，取下来，再要换。上升几个点？上升六个。嗯，上次紧挨着我，紧挨着我啊，六七上。弯膝盖。方正话。方正话，身体对，咱慢点来，你就是想上正。好，假设来。假设老师的手是你的手啊，准备，六七抱，伸直，没鸟，抱，走，哦，脚尖，尝试自用，好拔一拔，收不下，太短了。我们两个要想着同时往上发力，老师顶着你的时候，你要抓住之后想一斜和提胸，找到一方往上拔一下啊。最后一次这个点，六，别拼了，七，上。嗯，好的，走，上去。一个，好，两个，走，胳膊伸直，同时往上走，三，把胳膊伸直。二，走，上身立起来，一，我顶着你，是不是？叠下，叠下，当你觉得不行的时候，再放松一下，再坚持最后一下，看到没有？你要相信自己，你说啊，不行了，
你那个时候反而是就是泄功的时候，你要好，最后不行了，再收兵啊 ，OK， 你那样进步就快了，有点难，不能说不行啊，走上，反正，弯膝盖，弯膝盖，放松，脚放松，脚放松。弯膝盖弯，就伸直线，让力腿，静止，再放松，再静止，绷脚，放松，别出去，好，慢慢来，绷脚，绷脚背，绷脚，好，双手松。最后一条腿，走，十、九、七、六、五、四、三、二、好，加油！Thank you.
后这个地方是腹肌小点，我们拧一下身体，三二一，练，练，练，四练，再练，下，控制住，控制住，然后把头顶天，收，嗯，转身面对我，一拍一百八，这边做一个好的，那边做一个好的，结束啊，五六走，七一百八直接啊，收，对，下，收，反面转身，好的。脚尖最最远走你的背，六，好，快八，七，走叠最远走，别动心，好收，首先这个位置呢，直接到这个位置，不然的话你还要再动一次，六，膝盖动直，七，走，脚背，对，脚背不要动，再来七，跟你的脚背有什么关系啊？走，换正。六进拎，往后这里走。脚背，你是想干嘛啊？想干嘛？再绑。行，脚背别动一下啊！我要放个摄像机，我看一下，你脚背为什么非得动一下？再来一次。老师就看脚背，是细节。别往拎，手在后面。嗯，八，脖子拉长。六进走，脖子。不进，脚背，脚背。双手，双手，双手，手上，放松，十，九，好，慢慢吐气，八，吐气，七，六，叠住，五，四，膝盖撑起来，三，二，起手。手像绑着沙袋一样。
坚持过来，还没上来就开始疼。腰过十，九，手套过来，八，七，手套过来，套，六，对了，五，四，伸直下，三，好的，加油啊，二，膝盖伸直下，回弯脚，好，后面脚背贴地，二，走，放松一下身体，一，慢慢起，走气。做个极限的，等我下啊！准备，自己做一次，弓脚背，走，三个手上，走下，往远勾，嗯，好的，脚背，二一起，走分反面，六上手，走脖子拉长，来手型手型手型，走下，嗯，起，走分。一针，松掉，二十五，六七八，开始走，一往上跳，二三四五六七八，脚并九十十一。再来三个啊，脚是完全考试里面的脚并不是抱的啊，六七走三个，一二三抱，好收起，站好立正。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胸腰有问题，回家再加一个胸腰推腰，对不对？胸腰推大腰50个，过肩50个，后脚背的一张图片啊，三张图片可以连在一起，用美图秀秀拼在一起发给我，好吗？也发进那个大群里就行。嗯。啊，站好立正，下课。谢谢老师，老师再见。嗯，好，给观众打个招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对，穿东西吧，然后把东西放回去。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是在天津市河东区，创意舞蹈学校。我们是专注专业中国舞教学。刚才是我们的基本功的课堂，刚才小朋友是，11岁，5年级，10岁还是11岁？下星期就11了。嗯，马上11岁，5年级的那个小朋友叫甜甜。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就直播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身边有孩子学习舞蹈的话，下次直播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习，谢谢大家。然后可以点击左上角，还有这个也是，嗯，对，谢谢谢谢。对，那甜甜来给大家给观众打个招呼。刚才我们小朋友是不是氛围非常的配合老师？嗯，站好，好，拜拜。嗯，再见，拜拜。可以点击左上角啊，小朋友真棒，谢谢谢谢甜甜。对，再见大家，拜拜。